这一套呢，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欧美风穿搭。那这一套我是向我自己很喜欢的美剧《艾米丽在巴黎》第二季致敬。那我自己有一个怪癖呢，是我喜欢随着心境的不同来选择剧别。例如说，我这阵子可能心情比较不好，或是我需要勇气的时候呢，我会看欧美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外国人他们的作风本来就跟我们比较不一样。你会发现，那种欧美女生啊，她们很勇于做自己，不管是穿衣服上很大胆。 或是他们在追求爱、面对友谊的态度，是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。所以，当我自己很需要勇气的时候呢，我其实是蛮愿意看这种欧美剧的。如果有看艾米丽在巴黎第二季的人呢，有一幕呢是艾米丽她去法国的市场采购，她就背了这个 Longchamp 的包包。那这个 Longchamp 他们今年这一季出的这个渔网包呢，搭配它上面的皮革的一个拉绳。 可以耶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包包它变化很大。有一种最简单的就是你背这个包包上去之后，背一些蔬果，让它直接显而易见，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。法国女生都是这样用的哦。然后呢，还有包装包的概念，你可以选择一些你平常会用的一些包包的单品，或是像这种眼镜包，然后你就丢进去。 丢进去里面之后呢，它会从它的网格看得到你的包包。当然，每个人喜欢的包包的颜色跟款式不一样，就会每个人它有自己的风格出来。再来呢，其实它官方有一个可以搭配的，就是你可以买它官方的丝巾，它的官方丝巾呢花色非常多，可以绑在它的内袋中，变成一个丝巾印花透出来的一个包包，也是非常可爱哦。 然后呢，这一身呢，其实它是一个裤裙，它是我两三年前在 Zara 买的一个小雏菊的裤裙。那我觉得小织女，像我这种比较矮小的女生呢，如果你想穿高显高的衣服的话呢，其实可以穿这种胸线相对拉高一点，胸部以下都是腿的装扮。 然后搭配像平底鞋，露出你的腿部线条，会让你整体感觉更加的拉长。我自己呢是选配了一个跟洋装有相呼应的一个花朵器耳环，它其实是我们台湾设计师的品牌，在大道城有工作室。那我的项链呢，其实是之前在长滩岛旅游的时候买的，我记得那时候便宜到吓到我。 好像才一两百块台币的一个贝壳项链，那我觉得它搭配上比较夏天系的穿搭的话呢，其实整体造型看起来是蛮可爱，然后蛮休闲的。拖鞋的部分呢，我是选择了跟我的包包的上面的皮革相呼应的一个，也是皮质的爱马仕拖鞋。那这爱马仕拖鞋呢，因为它的皮革非常软。 然后，所以它其实在路上走的时候是非常好走的。那我觉得拖鞋的话，要选择相对材质是比较有质感的，才不会感觉整体的造型比较随便的感觉。